我算了一卦，今天不宜破机关，我们下次再来。等我拿到七宝琉璃塔，一定要扒了你的皮，好好睡一觉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躲在这里。什么时候东海龙族出了这么厉害的后生啊？石人良心，见过小姨。我倒要看看他死了个儿子会是什么反应。龙神的位置应该是我的。为了雪恩，石人也该拿出些本领了。看你这位龙皇认可之人，如何承受一剑之力的镇压。